木薯粉又被称为菱粉、泰国生粉，属于一种淀粉，在超市中通常就木薯粉或者是生粉。木薯的主要营养成分是淀粉和膳食纤维，很适合需要食用杂粮的人群。干木薯打的粉可以用于烹饪和食品制作。由于木薯的鲜品很容易腐烂，所以木薯在收获后都会尽快处理，把木薯加工成粉、干片、干薯粒，其中粉制品就是木薯粉。木薯粉就有木薯生粉、木薯淀粉、木薯干片粉等好多类型。人们平常说的木薯粉指的是木薯淀粉，是木薯经过去皮、清洗、筛选、脱水和烘干等处理的产品，所以木薯粉也是来之不易的。